Hello， 朋友哥，我是风破，我们将玩的就是 Rayman Legends 雷斯超人传奇，没有错。好，那我们就才忘记去按这个，稍微有点时间没有玩它了，因为已经玩很久了，然后就是先处理其他的。好嘞，然后我会完全忘记一些操作，真正不妙。哎。这个地方还是先搜一下，这边应该获得的东西。收集了不少，很爽。好了 ，yes。好了，然后我们上一次是玩到哪里啊？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我现在唯一有印象就是我好像有些地方是得到奖杯了，然后大部分都拿到奖杯了嘛。然后就是先玩这个。啊，哎，等一下，这边的这个很困难呢，希望不要暗影的啊，是暗影的，暗影类型很，这个很痛苦哎，我要不要摧残啊？这个，啊！哎、欸，这个，我不喜欢这一段啊！天哪！啊，八七啊，自己水中最麻烦了呢。Gosh， 啊，啊，我讨厌这一关，这一关的水关的麻就是麻烦呢、啊。哎哎哎，我撞到了。可以不要设计这种难缠的关卡吗？就到了，哦，惨错赛，惨爆了，过啦，我离开这里，玩这个要玩十分钟，哦天哪，果然是退步了，而且一方面还是水关加梦魇连麦，再加上这种设计，我真是，一句话就是非常的头痛。让我离开这里，快！受不了，快离开这，让我离开这里。等一下，这怎么还有那么多啊？这个不是只是单纯的是播音乐而已吗？音乐有这么多首吗？啊，这七百，不是七百，那个只是角色啊。这个又是啊，糟糕！一开始，这个，是叫我。哎，等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我很怕他的音乐太大声。不对，当时是好像太小声，75好了。
这个应该就还好了吧。这个已经，音乐不错。为什么？我不是攻击了吗？这是很前面的。大丈夫呢？我很怕又爆炸，你知道吗？特别是这个，我是不是有要提前按的感觉？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什么都看不到啊！是不是太前面了一点？后面还要跳一下。太坑了！我现在有没有办法当智障之类的？好好玩。这个会怕中弹啊。不要这样子，这对我眼睛太伤了吧。我什么都看不到啊。啊，最痛了，痛得要死啊，天哪，有必要这样子吗？好伤眼睛哦，从16bit 变成到8bit， 后面都变成亚达利了。Atari， 这是一种摧残好吗？Gosh， 我就听了。他那个，他这个中间已经不允许你失败，就是那样，就是已经这完全不允许你失败啊！就是你他喵这个一次给我过，很痛哎。好吧，就直接接下来了，咕噜咕噜。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最后一首，应该是这首应该是没有哎。算了，管他的，来吧。他会不会等一下又是给我来那一套啊？就是啊，等一下啊，救我！音乐不错，这对眼睛改善好多哦。我收回，屁啦！完全没吃到。哈！
Gosh！ 啊！啊！救我！啊！救我！这个对眼睛改善很好啦，可是难度一样是啊。哦，这巴西人跳跳，不对，不是跳，攻击啊！这真的很有才，啊！不要救我！救我！他喵的！救我！太伤眼了。没有啊，已经好很多。跟芭比比起来，这个算平易近人。Yes。啊！感谢他有照顾我的眼睛。为什么我觉得最近我的眼睛都是那种要玩到眼睛痛加头痛的那种感觉，很不舒服欸，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哈哈！嗷！我喜欢他的音乐跟他的效果是蛮值得我去学习的，然后就是 是真的很棒，可是就是我眼睛很痛啊，我已经重复这一句话好多次了，就是问题就是真的不舒服，怎么可以不舒服到这种程度？然后之后这边玩完之后，下一次的时候玩完之后差不多就是要回到起源的程度了。哎，等一下。所以只有这一个是没有八 bit 版本的，可是为什么后面的话，八 bit 不是应该就长那个样子？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那么痛啊？那么痛苦，谁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啊。好了，今天这样子啊，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See you。